反正我们要过后面嘛，乱组就好了。没有要过后面的话，这个时光组会不会组队啊？对了，就是你看我组的队伍，对不对？这队伍好酷哦。好，第一棒，第一棒。呵呵呵，走走走走。上啊，这次好，我前面要先开始累积同步率，累积到100，然后整个时机变身，这样。有事有伤，我才不要打完，不先不论后面那个打不打得完，我已经打完很累，好吗？100了。那我龙科带的是那个魔族的不死龙科。对，因为不死龙科严格说起来有用，就是。这边给你打一回。哇呼呼呼！哎，打政府，哎，政府出来是。出来之后才有吧？对，目前我也是一个小小的测服玩家，呵呵。台版弹射加油啊！早上在排队没有、啊？我先打完嘛，等一下再看看呢、啊。每人全要讲的不同属性功，对，没错，而且队伍不能换，队伍不能换。不是、啊、五个分开打一定很轻松，可是队伍不能换的话就很难了，懂我意思啊？队伍不能换就很难，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必须用这个配置，我不能变任何一张卡片，连龙科都不变。就把它当成一个轮回来打，对，只是龙科制作会重置而已。会不会 R6 先攻 R6？ 你说那个30000多的先攻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那个先攻没有无视减伤吧？印象中，第二阶段的第一关啊，那个有30000多的先攻啊，那个没有无视减伤吧？反而是那个盗满，那个盗满先攻不是听说现在坏掉了？印象中。真是差不多该变身了，因为我真是到尾王之前，我要扣好那个36000的样子，有那么痛？36000哎、欸，我怎么记得没那么痛？30000多我知道，可是没有到36000吧？印象中我记得我有看过那个血量是撑得住的，我不知道，人可以帮我科普一下。叮。还是你说是盗买？我刚是说第二阶段的，好，我们这边真的是先变身，然后控好同步率，因为反正盗买那关不能手消水嘛，所以也不用增加同，也不用担心同步率增加。好久啊，不愧是25秒哎、欸，简单不会死啊，那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我记得我有去算过啊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干巴嘞，真是！32000多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小李很没有两，三黑，一个阶段三黑，可现在在第一阶段就是慢慢来。这个要打好久，因为这个不能开技能，不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不对，盗门也敲不死我吧？你想说？好了，我开始审稳同步率啊，不能这么早暴走。哦，突击10，那就更不用担心啊，那就更不用担心啊。好久啊。好，直接开，直接开，直接开，没耐心了。对，这还是真赌盘，因为其实前面蛮普通的、啊，主要是那个王冠他那个真是要在我要的那一回合开二技，真赌，真的，不会死吧 ？OK， 这个攻击现在有 bug， 理论上应该只有20000多，可他这打的是全额的伤害，还要我还是撑得住，真是的。
对，这个盗版攻击是有 bug 的。开个，我喜欢小打一波好了。进行修一下。当然了，所以我才，所以我刚刚说跟轮回有点不太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每一期都会重置，不过就好玩嘛。因为毕竟还有些队长也是开了好几次龙科啊，对不对？就当成一个小小挑战嘛。团长变成很重要，不要这样，我都已经不换任何队员了。一拳赌，一个人在赌，真的。还有呢 ，CD 二，为什么康段也可以设 CD 二？我还是不懂，到底。VIP 二战还剩几个名额？没有啊，我已经变二四啦。对，从这一天就变二四了。好来喽！没水珠。都真四是。一颗是五趴，对不对？一颗是五趴吗？还是多少？忘了。还是一颗是九趴？堕天真有觉得打过吗？你说堕天派对吗 ？CRCD。目前在这边的剧本哦，是八哦。OK OK。这边的剧本先全满级吃一波。我今天有构思过剧本，可是我忘光了。九六，因为上面都是负一，弗洛康特丁，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变身，然后一个平板就带着走了吧。好，我们这边点暗水暗暗好了，水暗暗，水暗暗。好，我们让真嗣冲一下同步率。啊，你对选你说堕天派对是不是？堕天派对可能有点问题，因为堕天里面有一些人不给力的。来喽，第一轮旋反击，旋反击，然后天平。好，等一下，不对，讲不对，我可以先开一次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可以先开一次 ，OK OK， 没事没事 ，Never mind。好，可是我没有水珠。好，我们这边要开，我没有水珠哎，干我想攻击，我想一下哦，我手动开真嗣嘛，对不对？手动开真嗣，要等一下赌那个，赌他暴走。手动开真嗣，没有水珠的话，真理有间距，对不对？叮，好。可是这边是延三回合，所以我要赶快那个，赶快把真嗣弄到满行动，不是满行动，满同步率。堕天要怎么五个？大河没有，大河已经有大河派对啦，你怎么忍心去其他那边抢？对，抢别人人在利用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接下来痛苦就是要等到下回合，然后让真嗣准时暴走。你们觉得可以吗？你们觉得可以吗？因为现在没有天平共鸣啊，368，所以再三颗还不会暴走。六，所以。因为这边 EP 回不来，这边 EP 一定得那个。哇，他也刚好红灯在这里。三颗也不会吧？一颗是八。三九二，来喽！好，我这回全反击他就要暴走了。我这回全反击他都必须暴走，而且我需要二。神钢神 M， 神钢神 M 不是双队长 OK？ 而且从头到尾是有变退伍的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你们今天有没有机会？来了来了，这回要暴走，而且要开二技，好吧？梁元志，
下好离手，就一定要是这一回合哦，这有够难的。黑暗二技啊，没关系，还有一次机会，真是会重复开机，重复开机对不对？我龙哥是不死，干戴龙哥不死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暴走也是还不行啊，暴走是当下开技的、啊，我龙哥是不死，所以我还有一次机会。你看我刚才说戴不死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暴走，哎、欸，奥斯卡，真是加油啊！暴走真是，来两件事一起喊，对，暴走真是。来了，我准备一堆可口的水珠给真是吃。对，有了。对啊，我记得后面好像有个地方，因为我也忘记。我也忘记是因为哪一关了，啊，反正结论是开到了啦。好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个龙科是真伤，后面有一关需要大真伤，所以就顺便带不死了。因为九个龙科本身没有真伤，还有五只克数，所以，对，你好乖乖，耶、yeah! 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初号机的实力。啊，我天平他妈的要跳了没？有的，这是一个人肩负打水攻、打火攻，然后延迟，然后还有撑伤。因为我本来想带水妹，可是那个水妹的三维低的跟一个什么一样。天兵来，天兵来，天兵来了！啊，怎么又延迟一次？可以让我开个这个情况好了，毫不留防。安心按，真是工具人没有错啦。啊、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个剧本很甜啊。然后王就慢慢等真是开好机，因为王我记得可以磨嘛。没数过啊，不是暗攻队我们自己来就好了，还靠真是，就是暗攻队我们自己来就好了。啊，这边应该带得走了吧？不会带不走吧？还剩一格哎、欸，420万破没那么难吧？老师还顺便带真理啊，因为真理又是一个木属性打点，就不用一定要靠真是。太夸张，我一直觉得这对我看起来很好笑。别人讲笑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木工无所谓啊，因为那个谁真理是木属性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理自己会共鸣过去啊。哎，值得拼图哎、欸，这个啊不对，我东西都不在，算了，这边就慢慢等爆发了。喂。反正这边真的不行的话，还可以开真理和秦始皇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哦对，因为我在暴走，想到那里怪怪的，我忘记我已经暴走了。附件派对有没有现在？附件的倍率有点太低了吧？哦，石钢板哎、欸，咕咕。这边如果能顺便赛要真是一季的话，还可以再多打一次木工。喂、嗯。好了啦，露娜快跳好吗？不要在这个，我不想要排除，现在就不想要了，拜托。附件派对如果真的要打的话，一定是拿旅团来打，那个就是在那个猎人跟那个右白树基本上已经不太够用了，那个伤害。好，我接下来要赛到真四，我开全反击的下一回合真四必须要开一记，前面很可怕、欸，好吧？我开全反击的下一回合必须开真四要开一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如何？好，我这边全反击，
对啊，天秤跳了嘛 ？OK， 九转金，他的下一回必须要开真四一，这样我可以多打一下。不要再排了，无限加里不应该可以？你说，哦，你是说五对战用五个不同的队伍，还是一个人打全部二十五关？原则要排中又排中，好哦。这是一，这是一，有 nice， 好，所以我这边点什么？想一下啊，如果这边开团长的神仙斩，然后点啊，等一下这样变光拼图对不对？光拼图，所以我要点暗光星。对，这边暗光五对打五十，到时候我现在正在玩那个、啊，对，暗光星嘛，啊、还好我有这个变光拼图，因为我真理还是想打，所以。天平暗啊，不对，暗星光才对，因为等一下我开真理，暗星光才对。这个说我要开真理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真理可以啦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因为真理好歹也是一个小小的真伤嘛，虽然说不是很明显，可是这样你用一下。直接龙科，能追了，哎、欸，不要把真理当吃素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带真理当然有他的理由啊。啊，好、哦，就吧，哦吼。对，这个再分享出去给真理追，真是痛。好，1961，我还留了一个木桥图给我。好啦，这关就先惬意的洗一下技能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这叫也不会反击吧？印象中，大概都一点吧，还好吧？可是看起来蛮酷的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酷。哎、欸，点不掉 ，OK。现在这个点敌人技能是不是有 bug 啊？就是卡一段时间，有个反。好吗？我很努力了，好吗？好，反正不会反击，慢慢来。速五，速五，速五。反正团长这关不能变身，比较可惜。团长这关不能变身，我要把团长变身憋到王一。所以前面的部分就是要慢慢来。还有我的时间，因为我本来想，我刚不是说我本来想在水妹的，可是水妹的时血低到靠背。那一开始的想法，后来想想水妹也不行，因为水妹没有直接五色。可是。所以现在第二靠背，所以没办法撑那个无视减伤的那一关，然后再到下一关，有够反的。导致你就知道，哇，真是不只是输出担当啊，他也负责实血啊，真是输的血量3300多吧？对的，而且还有五中的有没的，然后还可以变身，牛逼！有粉丝跟朋友们都有，哇，追溯到几千年前，对。第二关好像会死的样子，我看一下。第二关先看整理小小加一个小小这个伤好了，不然也是打很久。对，又是真四，每次都是真四。一，先把真四行动值搞满好了。这是带炮吗？真是带，我是带那个啦，我是带枪，就是那个什么电子刀，对、啊、因为你带什么都没用，它没有输出啊，带啥都没用，它没输出，那还不如带就是这个三位最高的。那因为我记得电子刀是三个都5%嘛，印象中还是什么？哇，反正我记得它是最高的。带凤姐12，11 ，iPhone 11。很想买 iPhone 12，可是现在是 iPhone 11，现实总是残酷的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没必要换了啦。啊，这关要打多久、哦？打粒子刀，粒子刀的样子。因为我记得，不管是哪一个，都跟血量没什么关系啊。可是应该说，都是最高就是加到5%血嘛，对不对？就只是攻击上的跟回复上的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。那带伤都没伤，反正他不负责输出啊，都是梅团长在负责输出啊。梅团长过劳死，啊，快第二关了，
第二关是火焰地形越攻越强。哦，啊，这么多火柱是燃烧？我第一次在这关带到很多这么多燃烧，哎。龙主武装真是好狗狗。好，第二关，第二关会越攻越强，有点讨厌。先开个真理跟他拼拳，待到二班是待太久了吧？不是，因为这关第一关没有什么压力啊，大部分人就打一打就直接过了，不会，而且大部分人也经不住那么久的燃烧啊。哎，谁像哪个老人在里面游泳啊？真是的。一二三，是谁一直偷我的攻击力？啊！我觉得这关控一下，我要把他弹死，因为下一关不是减伤，所以我不能带，不能在那边吸美团长。我觉得我要美团长把他弹死，我想一下哦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。好。好吧，看来是不够痛，不够痛。那算了，那我下一关共鸣打两波好了。这下攻击太低了啦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喂，梅长比利亚他说怎么第二那个不能共鸣？哎，不是贝利亚是追打嘛，但在共鸣上本来是有一点那个、啊。想一下啊、喔，这边，嗯。我这边应该是龙科好了，因为反正龙科王也顶多也是开一次而已啊。对，我这是对，应该再等一回的。我这边应该是龙科，因为这关很危险，可是我又不能变身啊，我又不能变美团长，所以我这关血量六亿多 ，OK， 应该不用克数吧？好，我们这边点天平，然后龙科，暗金暗，然后老朱这拼图有点差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好、啊，哦，邪恶冲击波原来如此。好，菲利亚通常不是拿去开邪恶冲击波的啦，几乎都是开遗迹去，或是拿去变身。邪恶冲击波那个效益不是很高，因为菲利亚有时候每次都是撞蛋糕哦，大部分时间没有魔术装给他中。西雷。好、啊，再走。这个第二十六关轻松吗？可以吧，没有理由不行啊。啊啦啦啦啦啦！哇，五十减伤燃烧，我好怕、喔，我好怕、喔。怎么办？聊天室，我先存个龙科好了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不能打第二十六，靠背、啊，每一队都不行。你看这个血量，对，精算师。还有这个没有再痛一点点。哎呀，我应该是点星水星，对，然后团长变身。啊！可是我突然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我要把变身状态带到第二条血的话，变身状态带到第二条血的话，那……哎、啊，这两条线讲的是什么？英格利，然后拉普、美团、蚩尤应该也行啊。然后，反正巴上有篇贴文了、啊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有一个电脑忘记了，等一下啊。王二三亿多，三亿多二十康加共鸣，不知道够不够。这样说没那边会影响吗？会，因为王一我还要吸全满级啊，对，王一还是得吸全满级，不然怎么可能达到八十亿？八十亿耶，王一超级硬耶、欸，所以我才是带真刀龙哥，不是带九宫王、啊。我现在烦恼的是，因为我王二不会有任何技能，我王二只有那个真理十康。对，加上真嗣帮我追打两张水土星，然后这两张水土星必须打到三亿，所以美团一直要一亿多，不知道行不行？那就行，因为如果我美团用变身前的方式
去吸光级，然后我直接吸到三万多，我有点害怕。你们觉得每趟变身前是吸三万二，对不对？变身后是吸五万多，差这个几万会不会有影响？因为我怕王后打不死，我害怕，王后打不死就尴尬嘞。上一个你说王二，王二是真理二十康加上神千斩，对不对？然后真是打两下，所以单下必须要打到一亿七左右。哎，不对，这次只会打一下哈，因为没有消水珠，所以我只能拼天上的水。好了，懂关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拼拼看喽，我们就拼拼看，因为王二有那个的话，我想一下哦，反正不可能先斩一回吧，这第一回也没办法怎么样啊。哇！你们这边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等，我现在思考，先不要那个，我想一下。嗯，最多 1.75 倍。我觉得第一条血84亿耶，我比较害怕这个84亿，我比较害怕。反正我这边是点薪水星嘛，啊，反正不管在生世界变身，不然到时候装一三太多。啊，等，还没有变身。哦，没事啊，先变身没事啊。只是差在这边，你觉得？你们觉得嘞？你们觉得团长需要差那 1.75 倍吗？对， 1.75 倍，因为王二我有点害怕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够，可是真的强，可是全幻境强的话，代价就变成说王二只有神千斩跟那个跟真理的十康，对，总和二十康，然后真是一下必须 K 到一亿七，对，你们觉得有机会？等天降送幸福是这样吗？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带一个状态进王二，不然王二伤又不够。好啦，我们拼了啦，好吧，第一次就拼，我们就直接全满级，好吧，直接全满级，然后等一下变身，这样变身应该可以吧？没有，是王二，我现在问题是王一王要怎么配？如果我这边是要全满级强，变五万多攻击的话，我王二会没有团长变身的状态，所以王二就只剩下露娜跟二十康跟一个神仙斩，然后这样共鸣过去的话，真是一只要打一亿七，哦不对，要不止一亿七哦，因为我没有水珠，我觉得赌了啦，我觉得这只能赌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没有水，那我这个是不是应该先开？真是先开吧？等下，不对，这会影响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会也会多一个状态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会多一个状态。就让你会变身。等，我现在在想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会有真是一。然后团长反击，团长变身跟天平嘛，这个状态。然后王二会有没有团长反击，然后就那个 OK OK 好，这个状态不会爆嘛？摄像机，给你拼了，摄像机。好，这边先真四。然后再秦皇薪水星，好吧，薪水星可以行 ，OK， 对，可以，薪水星，能变身，天透明，神仙斩来，82亿，84亿，救命啊！这样子行啊，虽然说没有人有剑，不过那是金刚，好来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天降送幸福。因为时间长，时间长跑的话，那个魔族数据会少啊，所以。
啊！这哇，好牛逼啊！好，我们这边神签展先开嘛，神签展先开。好，然后我要点暗暗木，对不对？暗暗木。OK OK。暗木。好，然后这样就是十康，所以我要赌天降一康，因为他这个是18+1，我要赌天降一康，你们觉得有吗？真是真的暴走了。OK， 好，呀，哇，Yes，Yes， 好，好，带一个什么鬼版面进来？啊，反正第一关就慢慢敲啦。那每一次进来，那个重复率都要重叠，有够烦的。那个。真理的没什么关系，可是真实的很重要，因为真实有时候会需要那个二级延迟。有鬼刚刚，我这两个就点，因为我不知道点什么啊。对，不知道点什么。感谢 Lucifer Cat 的追随，星际就大师，因为其实没什么好玩的、啊。对，真的没什么好玩的。其实太简单了啦，就想办法增加一点生活的乐趣。等一下是健身环，把主点一样不重要。我的真是要挂啦！没有水珠啊！我是因为我上一天用特哥的关系吗？上一天用特哥，现在完全没有水珠哎、欸！这是8点多的那个，真的，哎，多拉宫地狱。特哥两卡过地狱，好像听我刚有看到群组里面有人讲，特哥两卡过地狱，好猛！对，特哥升华，哎，人家特哥真的是一线队长啊，对不对？特哥算是少数解放很成功的黑金喽。九月 Apex 真的假的、啊？鬼哥玩 Apex 吗？好，别关，别关。杰哥还真的观光啊！看水珠，刚才很多，现在全部不见了，要死哦！我想要叠同步率，阿贝，同步率，他给我整出一堆烂猪，也是三小。身上玛雅特哥喜欢庞贝，怎么说前四棒是有信心啦，可是庞贝是有一点问题。以现在这个时代的防御力，庞贝打线应该是1111吧？对，庞贝是有点问题啊。你们觉得庞贝？庞贝，不要说庞贝打，应该是打火攻盾嘛？对，你看这边是360万，庞贝打下去，哦，359万乘以十，对，1111111，不用乘以十，乘以66，如何？1111。这个给一波带走吧。旁边不是快了吗？看看吧，对不对？看看官方有没有意帮旁边改墙啊？啊，旁边不是那个技能还没拆出来吗？好，7年后再见。我有7年后再见 ，XD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旁边的主动技能蛮优质的、啊。对，旁边主动技能看起来挺优质的、啊，可是就是怎么说？对不对？那个队长技不知道会做的怎么样，有点害怕，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。好，好，我这边直接点天平，然后清火，反正现在用手技嘛，对不对？按水按好了。对。好，看这回复力，好啊。没有光珠，
完了，我要在下一关卡一段时间了。这个要打超久，虽然不会死，可是要打超久。没有光珠啊，这个要叠木珠啊。OK， 我刚才想要叠金珠。天降光，天零零地零零，我觉得光珠在这里。啊！哎、欸，而且哎、欸，我们刚没叠到木珠，可能木珠还是来了。我看没叠到木珠，木珠还是来了，还不是靠真丝。哎、欸，真丝在这个队伍里面完完全全格格不入哎、欸。可是我还是想到他了，好厉害！哎、欸，天零零，天零零，光珠在右边，右边啊！机械亲儿子不太可能作烂吧？没有旁，现在机械亲儿子已经不是庞贝了，旁边都已经。离家出走多久了？对，已经不是，现在机械都是一些新版的那些什么天什么落落落什么东西的，对不对？旁边已经啊失宠了。假币旁边选右城应该是假币尔吧？假币尔知道打穿对面的防御好吗 ？Sometimes， 好啦，打好久。现在第一波没有打好就要打好久。其实刚可以先开龙科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也只用到一次龙科。光珠啊！有了吧，五组都在了吧？哎，哎，图灵，庞贝被火山送下去探亲了。哇 ，RIP！ 不是、啊、图灵，我说真的啊，图灵算是有证明他自己了吧？图灵在有机械特性出来，欸、应该说机械族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然后对不对？他有身兼过一段时间的黄金队员啊，对，那他现在也算是功成身退了。图灵算有证明他自己啦，不要这样，有些人到现在还没证明他自己。哎呦喂，这样，等多久啊？啊，看这个平砍速度没有破亿，没有水珠啊，平砍速度没有破亿的阿贝，为什么会想要挑战这个关卡呢？阿贝，老了，乖乖退休。哇，有人断到了 ，QQ， 和谁啊？还有这个打下就不会回血，被血马弹，然后西格玛大哥连血量都比图灵多哎、欸，到底图灵唯一的生存价值也不见了，连血量都比他多。啊，有点痒，17000而已啊，对，所以我才说这关蛮普通的、啊。那、啊、这边就是经常一路等到有珠子的时候打，再打，对，轻轻摸一下。毕竟我也只有三次在输出啦，所以打不太过去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而且我还是免变身团长、欸，这应该先变身进来的。安安安安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发西瓜。光珠，哇，完全忘记图灵了。哎，不是，他应该是没有忘记图灵，他是忘记一罐。西瓜大哥原本的血量是没有超过图灵，只是加了一罐就有，因为一罐是10%血，跟鬼一样。变成那个什么初音武装，对不对？好久哦，我早知道刚进来先开龙科了，现在开出来来得及啊，反正我也可以磨嘛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算了，都打到这样了，干脆直接把他打死。乖啦，没有，现在跨回仙宫还有无视减伤的版本、欸。对，那个图灵根本就吃不消。什么时候派对什么梗来？就是干怎么说？之前有个什么哈哈屁眼派对什么鬼的？有兴趣也可以去找一下。我记得是从这边来的啦，后来就衍生成一坨那个，什么一坨人聚在一起，对。这鸟人说的，我不太清楚啦，因为毕竟我没有跟到这一方面的实事。然后我记得是这样，哈哈，魔眼派对，要过了没？要过了没？要过了没？啊，还没！救命啊！要是我一个手残，这边就挂啦。这个还蛮简单的，老实讲，蛮轻松的。而且重点是二血还刚好对应到点燃，他团长刚好就是点燃。对，我没在怕，没在怕。
好，安安，是想象中的弓前盾。好，好啦，这边我想一下怎么开爆发，这边可以磨啦。我觉得我不要一次开太大的爆发吧，那万一写多少三，哎，才三亿而已，那。那想一下哦，像是一样东西，像你杂志可以过的，可以试试看啊，对不对？我思考一下这边的剧本，我反正一定要真嗣嘛，对，真嗣一定要变身开一季，只是我想一下配招。如果这边团，因为我二血老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二血我没有任何技能。感觉团长变身可以扣在二血，对不对？团长变身可以扣在二血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开秦始皇，然后点出一堆的，我就可以点星火星之类的东西。好，那我这边先变身，先入主墓又没传弹死，哎、欸，哦对耶，我都忘记可以弹死了，对不对？这关是可以，这关是克属攻哦哦，是可以呢，对，是可以呢，可是。我先弹掉一点血好了，无主墓。都忘记还有这个弄的，因为前几关这些家伙都有盾，而且都不会连击。先轻轻弹一下，对，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对不对？弹一下，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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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。等一下再用力弹一次。哇，弹进二血就可以带攻击进去了，哇，真的好厉害。阿星，等我一下。Oh my fucking god！ 秦爽救我！那这样的话，对，变身加全反击强，全反击强应该可以弹死他绰绰有余。那我现在应该也没有必要存了吧？是弹死这里，哇塞！哎、欸，你秦始皇有打过了、哦，还是有换配置的部分？噔噔噔噔，看一下哦。我觉得我真的想留给二血增伤、欸，因为二血血量有其实还有九亿而已，比起刚那个八十几亿来说。好，我想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这边开变身加全反击强。得弹死，然后等一下，二血是两个状态，加真嗣加天平，那就没空间开真理了，好吧？其实想应该弹得死了吧，弹得死吧。如果我真理开下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等木珠多一点好了，我们要切五组嘛，切五组比较保险，反正五个圈圈嘛，等木珠多一点，他木珠是复印的，所以会越来越多，弹得死，可以。因为它是火攻盾，喂，哎，都这样够吗？全强是2000倍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，好啊，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五颗 ，OK， 这边有十五颗，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变身，居然已经强，然后真理借一下，好，五组目。所以我说要点暗火，点暗火星好，我怕我点到暗火暗，然后到时候切不开就好笑。暗火星好了，暗火星，好，二十一颗怎么切？五五三，我想一下，反正我把这颗移到右边就是18嘛，对不对？七组。我也想切纸的，切纸可以升华。
啊，不然就15加3加3啊，对不对？15加2组3就可以了。像这样，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一小九 ，OK。好，哥，拿来第五棒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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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哦，到第四棒，QQ， 还有已经第五棒啊，蹦81亿，第三棒交给你了，送你全满的强化组。啊，那玉狼是很成功的一转啊，对，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觉得玉狼很成功啊，现在还是很多人不爱玩，明明有时候玉狼基本上是继续点一点技能就好了，可是还是很多人不爱玩、啊。哎呦，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小一点哦。看，难得拿到关卡就觉得有点太大力了。哦，对了，第四棒。哎呦，阿贝一个人跑五棒啊，一个人跑五棒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技能，那去看，对不对？上半技能其实不差啦，可是说真的，很少会有妖精族想要在那边自己静心吧。对啊，神盾也没有说很需要他的那个啊。说实话，树王我觉得很烂，树王当队也蛮强的，可是树王当队长很烂。树王当队长还很烂，可是当队员真的蛮强的。对，不管是炼化还是幻化，小鬼后无来者、啊，真的后无来者是真的啦。然后队员喵，我觉得明明树王也是一个很老的经典的队伍，结果他把它做成这么好笑，而且树王明明就要打异补，你在那边一定要在那边90倍攻，到底是在，哎、欸、是90倍攻吗？还是几倍？要绑腰带吗？是不用，可是要绑双树王，树王的队伍就要双树王才有，印象中，然后要更新好像要全腰，印象中，反正就很鸟，讲半天就是很鸟。这边不能消光嘛，那我们这边点暗心暗，反正第四关可以存进的嘛，暗心暗。啊，还说不是，说是不是很可怕？你碰到无视简单的仙宫，你不带钻石，你直接被打好玩的。因为说本身血量已经很低耶、欸，有可怕的、欸。哎，多，不黑不白的明显说输出嘛，那你就把异补盾设定成，对不对？可以无视很多技能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其实老实讲，异补盾的技能几乎都无视吧，只要强化盾不在的话，啊，说王的那个异补伤已经无视强化盾了，可以掉蜜蜂金树啊。丁到这下还是烂队起飞，真的。而且奥丁到现在还是一个血牛啊，对不对？奥丁到现在还是一个很有名的血牛。反击，哎、欸、多。下一关是石化，对不对？这等一下啊、哦！弹我！好啊，嘟，好痒，他打人好痒啊。那我们这边开暗星光好了，然后点暗珠，暗星光，然后点暗珠。这个尾王应该不会需要用的美团吧？哎。啊。我是应该看共鸣，好痒哦！我是应该看共鸣，我觉得开始。这慢慢来，反正这关打不死，这关居然打不死我、欸！他攻击不是都翻倍了吗？还打不死我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算了，北欧讲可以让前面啊，北欧就迟迟不加强哎、欸，明明北欧很需要加强，可是没人理他。哎，算了，亲儿子呢？北欧亲儿子。而且树王以前碰到异补盾是会被那个异补倍率倍化的，有没有人记得？以前会，可是现在不会了。现在异补盾你补1000就是1000，有个白痴的，很容易打死就是。哎，
不是啊，如果他打痛一点的话，我刚刚会更小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会更努力开各种爆发，结果他打得好痒。啊，这边再一次全反击，没多一二，哇，消耗第三组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对，敲我三下，有种 ，How dare you？ 好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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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边我的真嗣跟真理都已经挂了，我要开始共鸣好了，暗星光，啊，其实也不用了，共鸣下一回再开好了，因为下一关石化，我觉得会比较需要共鸣。现在有这个间距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啊！动！啊！唰！啊！下一关，这边是石化加转珠无效。哎，真是的，走石化是在第五季对不对？我刚突然想问，真是的走石化在第五季嘛？那就没差了。干转三小，转三小，噔噔，好，那这边，真难讨厌打义父，真的，不是啊，宋王当队员是真的强啊，对不对？蛮强，很多时候都看到他，可是当队长，我觉得真的是，哎，被牺牲了。这边没有，真是的，双真是有个队伍技能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对不对？双真是有个队伍技能是可以跑石化，你想怎么让他们两个复活吗？哎、欸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我觉得这边需要变身嘞，就需要变身。嗯，那还是我们变真嗣好了，变真嗣开共鸣不行，我觉得这边需要变身。反正王冠应该不会需要美团吧？王一可以磨啊。好、哦，四人叠珠哦，我就不会叠珠美，我之前就说过我叠珠很差，好痛哦，天哪！头部变零，两个是八，对，不是零是八。噔，要去刷德恩第二 QQ， 五五曲星，好、啊，五五曲星错过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五五曲星还在啊，哎、欸，怎么一直是死掉？五五曲星还在啊，安安。我今天本来想说，哇，糟糕，这关有仙宫过不去，可是这关的仙宫居然没有无视减伤，我超意外的。我今天在你剧本的时候，这关居然没有无视减伤，好可怕啊！天哪，真的是要封上面可怕。你们不觉得这关应该要有个无视减伤吗？但可是封上面有点可怕，哎，对不对？秦爽那个天上全部降不下来。哎呦，哎，这到二十哦，是到昨天哦，对耶，因为现在已经。所以诺亚珠吗？所以好，这样。所以觉得二阶有还原啊？妈呀！我说那个内建的第五技嘛，我不是说开主动技能，这是有个内建的第五技是可以走石化，虽然说我也不知道这是致敬哪一点。没有，这关是暗宫盾，好吧？暗宫盾我们就有一点理想，自己慢慢打，好吧？这关是暗宫盾。对，然后你其他属性东西借一下就算了，这关是暗宫盾，我们有点志气，好，行不行？很真行，对啊，而且那个降下来全部被隔开，反有够反的。老孙，你要解释吗？哦，原来是抓到，是不是有人不知道？等到我刚刚讲的时候才知道的。哦，你们是不是？哎。哎，十颗哎，所以我可以点暗星暗，然后把星珠全部放到上面哦。先去满级一波，哦，我突然想到王二有无视减伤，对不对？王二有无视减伤的话，有没有
没有王，还是没物质减伤，我是被念妄想症是不是？把东西开一开，然后这边开共同，直接就跟我们自己说话，哎，那你们一定要呛我晕，现在轮到我来呛你了，现在轮到我来呛你们了。好，再来一颗星都不剩，这样就刚刚好吧，再来一颗星都不剩。天要分开掉下来，西亚被挡住最左上角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哎、欸。所以我这边其实可以全反击哦。看，两完全真实到底来这边干嘛的？那我这边还是全反击好，保险一下。而且我要先打一波哎、欸。我们真是开一下啊！咦，对，现在属性盾变这个样子，有没有人发现？属性盾现在变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对啊，这件事上要去早该改啊，现在才改，真是。来一波，好，安，哎、欸，好，这边神仙斩，然后我点，多。暗光暗好了，一个，算了，噔，龙哥叫你看一下，这三只过去的，是囧主播安安，囧主播是有瑞的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这帮琴手打十一封而且从头到尾一张卡都不能换，是很刺激。现在已经到第四棒，快打完了。好，老远还不能说你怎么忍心，囧主播你怎么忍心？不公平吗？加油啊！好，反正第一关是来混的嘛，第一关是来混的。我先把真嗣的同步率点一点。啊，木珠嘞！啊，木珠刚被我点掉了。正常，那个很正常，巴黎的倍率本来就超级高。对，人家毕竟是年尾黑金嘛。只是巴黎平常开场的时候软软的，所以刚刚那边刚好直接吃到最高倍率就很痛。什么派对？秦皇派对。五关全部用一模一样的秦始皇配置过关。秦皇派对，很累欸。这个配置看起来够酷的，到现在我是觉得很酷。睡觉的沐浴龙真的。身为2019年之光，一个人打一模一样的那个同一队，哇塞！因为担心现在没有人打出快，你都已经出一个蚩尤就已经吓死人了。有看到第三次吗？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龙科第一次真的必要的只有二十康顿那边，不是二十康顿第一条血。对，因为第一关如果我真是有赛道的话，我也不需要开龙科、啊，只是因为我真是没赛道而已啊。那目前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有二十康顿第一条血会需要龙科。对，其他地方我都没开啊，应该说其他地方都不用开，开的都是那个锦上添花，没记错吧？对不对？我没有其他地方有开龙哥啦。他们谁都应该看不出伤害，他们谁都在第一关一坑啊，发现干打不死，啊，不然巴力真的是很痛的啦。哦，把其他都开了大一伤，真的就是那个啦，二十康顿第一条血一定要开龙哥，因为不然八十一干不出来。啊！要不是我那个真丝没赛道，说好的赛道呢？旅程战场已经有人五，已经有人全部用同一队打完了、啊。对，好像是双夺亚之类有的没的，反正很好笑一个队伍，很猛的一个队伍啊！好，要掉知道第二关了没？不明龙，你再睡啊！哈，再睡啊！第二关，技能全跳了，哇！技能全跳，同步率圆满，谁挡得住我？啊，这边的话十八个，你看，又来一个是真暗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就先真个暗。别打说，我现在不是打秦始皇吗？对不对？秦始皇已经很累了，也就是你要打五次，救命啊！
刚才有说不敢，怎么样？不敢。八龙神域中就算不是啊，那个技能就修不好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技能就修不好，那干脆官方就把那个八龙技能拔掉了，所以应该也不会出，也不会再出现那个技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技能十凤好像有出现，十一凤好像有出现过嘛？好吧，如果是八龙那种神域之后，那关就真的很麻烦了，因为每一回你都要担心有没有卡住。第一队、第五队最后一棒啦、啊，这你都看清楚都已经接到最后一棒了。那个技能好像修好了，干可怜八龙。把应该做的可以选关的模式吧，这一关一关打，天哪！你们看那个道馆，每次看到哇，蚩尤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朱，哎、欸，是朱雀吗？第二阶段第一关是朱雀吗？还是谁？人家说，哎、欸，看，你看就是那个特哥又来了，到底打完收工，打完收工了，我对杂项没有什么兴趣啊，打完收工了，对不对？很累、欸，要我再打一次我才不要嘞、欸，光这个就已经算不小的成就了吧。大头牌又是朱雀，等一下直接没有、啊。巴龙那个睡眠珠跟一般的睡眠盾不太一样，巴龙那个是药消的，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出了什么 bug 变隐身的，就拔掉了，就变成没有技能，笑死。所以想说，哎、欸，其实不是、啊、像刚刚讲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从头到尾其实也只有一关是必要开龙哥的，其他部分都没必要开。所以如果这个真的是轮回的难度的话，会操死不少队长，可是证明了阿贝还是可以过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会操死不少队长、啊。不对，阿贝好像不行，因为团长还是要还原，好像呵呵好像也怪怪的。如果团长不变身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有什么地方可以那个吗？他变身一定是扣到第二条血了，来，第二关，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什么伤害减定。哎，动手！感谢，俊廷哈的追随。哇，心爆爆！呵呵哎呀！也不行哎、欸，这么想爆是不是？心爆爆，这么想爆爆是不是？气气气气气！好，下一关，这几关是重点关，想一下哦，嗯，这一关开，这关写了多少？2亿多。我这边开团长变身。秦皇团长变身好了啊！可是我下一关我要好像不能变身哎、欸，应该说7亿多，龙科绿整版木加上水光，哎、欸，等下真的是追打，真的追打什么来着？他是消的强化珠还是消的属性珠就好？强化珠还是属性，有点忘记了。我这边如果不变身的话，凑得过去吗？不行，我觉得下一关需要那个速度。这个血量也才2亿，不太多，所以属性吗？所以说，哦，所以我不用去搞出水火光暗、水火木光强化组，对不对？只要属性主角，那 OK。了解，我想一下哦，2亿多的话，如果不太共鸣哎、欸。共鸣其实没什么，没多重要哎、欸，应该说下一关，对，下一关团长一个人一枝独秀啊，不会读进来忘了好吗？忘了，好，我想一下哦，这边，那我这边开共鸣好，我这边开共鸣加，共鸣加那个秦皇打一波，好不好？然后下一关梅团吸加全反击加真四加真理，好吧，这样也是这个状态嘛，这样刚好没共鸣。好，来，这是暗光星好了，啊，水火木减至5%，所以我实际上也只多了一只露娜输出而已。好，
给一半，哦，还在我一半以内。暗光，因为是共鸣啊，让它打痛一点。哎呦喂！好，这边的话，干这个暗金鸮真的很讨厌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这边。感星珠好多、哦，星珠好多的话，但我没能不能先变身？嗯，我觉得你把龙根拿来增伤，龙根拿来增伤比较好。反正我这边真是先变身好了。OK， 然后。我思考一下剧本，反击，然后啊，干这边还有这个东西哦，靠背啊，忘了，哪一个是魔术之外？哎，好，这边开，哎。捡这个东西，闭嘴！我不想听。这边还是要开真嗣吧？可是我觉得真嗣，我想留给王冠呢、欸。所以先，不行，王冠很需要用。算了，真嗣血量少一点暗珠，多一点木珠。这边血量有七亿，别害怕。Oh my fucking god！干没有五连，糟糕！不行，这边要黑了。哎，该死的，没有五连。哦，玉子满水，好可惜啊、喔！哎、欸，这是第一次哎、欸，不管是哪一轮，这边是第一次哎、欸。哇，有那什么？距离安琪还有两次机会。我，你知道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因为我没有共鸣，那我刚刚是在那边连什么东西？我没有共鸣哎、欸。怎样？这个风速不会是隐藏的吧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会怕。应该不是隐藏的吧？没有这么阴险的吧？因为我知道这边这个啦，这边这个有时候会，它这个是用转化，所以有时候保安会被挡住。啊，没办法在秦始皇，秦始皇被重置之前，再开一次，没事的。我有没有？干，怎么不好？糟糕，他们不卡住了。所以刚才说打，还是明显打过去，吓死！我刚龙哥才一万多而已。没装，没装，没装，没装。等一下，再一次。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存好琴啊？干，两只琴啊，被在前面开掉有点亏，跟我们一定会开掉。感觉这边这个状态是会出人命的、哦，所以小心一点。这怎么样？这刚刚算一次，我只要保险起见，所以我才黑两次。我想留点种族猪哎、欸，嗯，这样稍晚闭嘴。我在想，
下，这个有够麻烦的。王一才三亿血，也就是说，大家花三万，三万我是中一发就飞了，我有够害怕的。可是这样一个斜转，我会害怕。其实也不用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每一回合都要扎扎实实把方舟清光，有个可怕的。阿贝的技能都要被重置光了 ，IB。拜了，亲阿贝。只会重置 CD 嘛，所以我的团长跟真嗣应该可以留着救我命。拜拜。好，选那个光柱的位置。好可怕！对，我刚刚要赌真嗣暴走的，我应该是我刚刚应该要努力续真嗣的 EP 的。哦，没有，其他也不是控制嘛，所以真嗣暴走的二也没什么用。啊，少下一颗火石，糟糕！会还原？哦，也是啦，二会还原。也是齁，干，早知道刚应该早就把这次躲到帽子，现在我有点尴尬啦。Now I'm fucked up, shit。等一下，这样叠，剩两颗了，糟糕。对方就有怀孕的功能。Oh my god！ 情况逐渐，真理是引爆风化吗？还是什么？是风化吧？还是我记得真理会引爆一种珠子，可是我忘记是啥了。是风化对不对 ？Please tell me it's 风化。两组应该够吧？对，是风化。OK， 逐渐增值的风化，我不要这种东西增值。哎呀，心脏够大颗啊，受不了！不是放这，放这我就直接开战场把他弹死。我跟你讲，这现在放到这一集会过分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不是该我开个真理好了？还是该先团长？那个真理，因为我这个版面已经我觉得回不满了。可是干东西都还没跳，我现在开真理有点浪费耶。还是我们先开团长，团长是 EP 20嘛？可是开团长下一回用的干嘛？不行，这个一定补不满了。我先开这里，我先开风化珠。月城珠下来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我要九亿多。所以我王二的状态应该是真嗣天平全反击跟真理，对不对？真嗣天平全反击跟真理。好，那我王应该是要点暗光暗，然后全反击一个共鸣，哦，这样应该可以。所以我要等到真嗣跳，所以我还要再盯到真嗣跳。哦，你 ，Oh my fucking god！对，真的保命最重要。那个文化，
五珠，哎，所以我要盯到自己再回来哦。那王二是 CD 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刚有看到啊？可是 CD 二不行，我一定要加，所以王二吸不到，王二不能吸全满级。不能吸全满级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该走了。这我走好像来不及。如果我王二不放真理的话，王二不开真理够不够？王二龙科好不好？我这边全满级吸满一波，然后王二龙科神千斩真四，对，我不走就要走了。所以这边三亿血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吧？我好想再撑一回合，可是我觉得撑不下去了。请北北王二，万一王二哥要用一张。三亿多，你是龙科了，哎，没有，没有真的，没有真的玩到 OK。现在的确是我第五次、第三次龙科了，好，不管直接全满级，好，全满级，呀，啊，我快要直接光弹就弹到一格血，好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真是。对，等一下，真四加天平，对，王二血量是九亿耶，王二血量是九亿耶，糟糕，等，我想一下，如果这边，因为我王一秦北北不见得要拿来。不见得拿来爆发，所以你把它弹到死也不是不行，可是看起来还有一段距离，不然就是我这边先天平，然后啊不行啊，先天平我一定喝到全满级，所以我不可能把它弹到死啊，我天平一定掉不到第二条血，等一下不行，我觉得王二不行，王二九亿耶，王二九亿的话。等全满级要弹很多次，要弹很多次，然后又不放到这一级，干，放到这一级就直接把他弹死。等一下，九亿压龙科，可是我没有共鸣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全满级吸伤害，所以我觉得王二一定要吸，不行，王二不可能吸到啊，因为他 CD 二的关系，王二比较够，不太可能吧？我要把他弹死哎、欸，不然就是我这次爆发，然后没把他砍死，好吧？这次爆发不把他砍死。好吧，我们这次开天单开天平，然后开秦始皇小切一波，八道残血，好吧，然后我们再洗一下。可是这样我要洗八回合，哎，撑得到吗？小一打，我们这边开，反正天平一定开嘛，不开天平没办法输出，好吧。然后秦始皇点暗星，起上 EP7 基本上跟 EP7 跟 CD7 没什么两样，五暗基本上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边开天平，然后。希望不要太用力，然后点暗星水好了。然后我这边不要切在哪里，就这样好了。应该不会死吧？不会死吗？靠腰哇！The fuck！不行，好，第三次。太痛了，这有三亿多哎，傻眼，真的傻眼。对，刚刚那个是三亿多嘛，所以如果我这边只消，接着波纹，我这样打很痒，问题是要怎么痒？两行就好，要二十啊？要你们觉得要凑到二十？其实二不二十注也没差，因为反正没有多。两行吗？你说我直接只动只消暗跟星嘛？只消暗跟星，因为我这边不能把我这边把它打残，我不能把它打死，可是我把它打残。刚是四行，不是因为我消星珠不会掉暗珠，我消星珠不会掉暗珠。
你们觉得嘞？你们觉得？消心度不会掉下去。那如果我直接把纸消按跟心五颗各五颗的话，然后那个按子掉下来很高级，还会岔开，而且还不见得补的。哎，血压应该是补的满了，可是太多按。纸消头尾的水按呢？现在没有啊，一定没有、啊，一定吸得满啊，怎么可能吸不满？对，我们这边，我觉得纸箱头尾的水还是很高级会暴走、欸，因为这样子也是抽到二十，也是抽到十五颗暗哎。对，我觉得保险一点好，我直接消暗心跟暗强化跟心强化，我们保险一点。对，这个输出，而且我还有第二波共鸣，别忘记我还有第二波共鸣，所以真的不行，我等一下再补一点伤害，因为这样是绝对不可能打得死吧？可以吗？怎么可能？靠太阳，糟糕，这样反太阳。可是这个输出好像已经有起色了。看，完了，六颗风化来我这边取暖期再弹一次好不好？这边取暖期再弹一次，还是说等到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再弹？我这次版面看起来还蛮轻松，我等到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再弹，弹两次应该够了吧？这弹两次还不够的吗？我刚取暖期第一次弹多少？等一下，我算一下，来，数学，我看一下，小算，对，现在剧本是取暖期弹死他，不然王二九亿基本上不会够。等一下，35644乘以2000乘以克数1.5。一亿扣掉防御力的话 ，OK， 再两下应该够，没有，现在还不是再两下，要这两下。对，可是我说我现在还不会出事情况下，我先慢慢转啊。对，还不会出事的话，然后等到刚刚撑不住的话，在那个，可兰姐，对不起。而且我要等到露娜回来啊，所以我也不能太快把他干死。不要操盘，我也想过好吗？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想看到这个通关。糟糕，满面尴尬。好像应该再给你一回。Oh my god！ 抖。好，我们这边先谈全满级第一次嘛，先谈第一次。为什么这么痒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么痒了。因为秦始皇有减伤，干。糟糕，所以还要这两下嘛？我刚弹一下多少？6000多，干，糟糕，6000多万而已。难怪我刚刚觉得第一下特别痒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都忘记了。干，开始的秦始皇减伤。真理没有，我这个真理是解放真理啦，跟神不神族没有任何关系啦。这个真理解放真理，那王二应该也不用开，王二我这边再弹一次。不对，我没有满血，如果我没有满血的话，是不是就够了？对不对？我现在没有满血嘛？看我刚不应该补满血，
我刚很开心把血量补满，好吧，我这边弹应该够了吧？我还是要补一点血啊，因为我要吸满我的全满级，好吧，我们这边弹，好不好？这边弹，哎，算了，结果忘记了，好吧，这边弹就够了吧？这边弹，好呀 ，OK， 好，全消盾光攻，想一下啊，怎么开？真是露娜。那个嘛，反正这个先开吧。真是露娜跟那个真理吧，所以我等一下要点暗光星，对，暗光星 ，OK。暗光星，天平，哈，利西亚利，利西亚利。我想不是，因为原本没有想到要吸那个攻击，原本是想说直接进网二，现在的话应该是哇，哦，看心脏太大颗了吧？有没有可能死在最后一关啊？好150亿，啊，这个是怎样啊？欸，我们刚刚讲死在这一关算不算吗？这卡星真的不干我的事了。倒妹妹下去，妹妹呢？结果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妹妹。来，我哎、欸、对，我看，闭嘴，他也没打这关了。啊，是很刺激耶，超刺激的好吗？啊、不愧是老练的情怀。我觉得这个 CD 应该更久，不然 CD 5其实真的是有点没有那个 feel 味。CD 5随便砰一下就不见了。好，谢谢各位，一个阿贝接完了5棒，都忘了开炮，累死。耶、yeah! ！我们恭喜阿贝。不过蓝红帮也没有损失多少，哎、欸，蓝帮也没有赚多少，因为那个赔率的部分，怎么这么多人相信阿贝啊？老实说，这么多人相信阿贝。